无人机也许是应该这个是叫智慧机器人的极致之一了啊，因为它要完全的凌空，然后尤其是群飞的时候，你怎么做这个群聚？事实上，它有很多的技术，那可也许可以用这个技术来带动大家对这些新科技的这种憧憬。那利用也利用这个新科技，让大家了解说，而且南科管理局，我们不是只是做很多的这个电子零件，它也可以变成是我们很多智慧的结晶。另外就是在这个群会过程里面，我想我们在圣母庙也借这个机会，很感谢给这个场合，我们去标语过一次。那当时我跟管理局在提说，我自己在台南长的这个一段长的时间，我觉得台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古都嘛，它整个文化艺术的这个蕴含其实是相当的浓厚。那无人机的群晖不是只有科技的表现，它应该也要把这个艺术带上来。所以群晖本身呢，不是只是机械群，它应该要呈现说我们一些美感，甚至音乐跟这个色彩跟光学。